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嘛，我是 Carmen 姐，好耐冇同大家拍视频啦。今日天气比较好啦，咁出嚟花园拍下棵兰花，咁棵兰花好开心，佢终于开啦。记唔记得上次我已经拍过一个视频，话啲兰花全部有花苞啊，咁呢个系其中一棵啦，已经。等了四个月了，足足四个月，它现在才开。漫漫长夜，又多风又多雨啊，雪梨。但悉尼是多灾难啊，今年好多雨水。但是棵兰花终于都好健康咁，咁样支持咗落去，咁样而家继续开花。其实过程系都好惊嘅，惊佢会大风吹断啦，因为佢比较长。你看看是不是很长，我是用支竹撑着它，双支竹撑着它，它才这样生翻的，好长啊，它又有13朵花，看不看啊，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那里还有一朵的，看不看，13朵花好大棵啊。那呢这一棵兰花呢还有一支在这边，两支的，它开成一个八字这样的，开成一个八字这样，这一棵还是这一朵，这一朵又是这么大串，所以很长，它两支花剑，这一朵又是刚刚开的，看看多漂亮。这个花呢，去年这棵花去年是黄色的，好奇妙，今年是渐了色的，看看应该是这样的色，有少少枣红，好神奇，会转色的、哦、嗯，所以兰花真是好奇妙，看看这个又是很长一支剑，因为很大，所以我又要撑着它咯，个盆咧就唔系好大，我用一个盆，我都未几乎未转过盆，呢个盆系中等 size 嘅。花展买翻嚟嘅呢棵花，但系而家都三年几啦，买翻嚟都开咗两次，都好开心，每年都开花，嗯，系咪好健康咧？使咩？两支啦。开成一个八字样，咁呢度咧仲有啲新嘅 B B 开咗出嚟噶，咁佢多啲咧，多啲枝长出嚟咧，咁佢嗱呢度又有一枝啦，长咗识个新嘅系咪？佢多啲枝长出嚟咧，出年啲花都会开噶，因为佢每一年都开花。这个品种问题，所以你在花市买的花是很值的，它买回来每年都开花的，我是花痴来的，见到花呢就很想买，但是很开心，你要见到的花你会真的比较个人都开朗一点的，很开心的，我的花园呢就很多种花的，这个是兰花，是我喜欢的其中一个之一啦，真的很喜欢它呀、啊、你看几多花，迟些可能它会变成少少淡色啦，迟些再拍个视频给大家看啦， OK， 多谢大家收看下，多谢你的支持，多谢，拜拜。 Hello 大家好吗，这棵兰花呢就是黄色了，真正的黄色，这个之前已经拍过视频给大家看的了、啊、现在都开了成一个月了又嘛，差不多啦、啊、兰花如果开呢它可以维持到三个月的，所以是非常值的，种兰花它是很健康的，无论风风雨雨它都会开的，很漂亮，它很坚强，所以兰花是很贵咯，大卫兰市面上买的都是很贵的兰花，你不妨试一下种兰花啦，因为它给你三个月的
價值開花期，非常之靚，非常之值得你擁有啦。而且都唔係好難養噶，我成日擺喺出邊噶咋，露養噶嚇，所以值得你擁有。唔睇呢個係個乜嘢黐就喺度啊！我都冇去整開佢，但係好低喎，佢黐喺度唔喐喎，唔知係咩嚟㗎啦嚇。我冇理佢啦，由得佢啦。嗯，唔係好靚啊！呢棵花咧係我培育出嚟嘅呢棵花，而家咧就係、是、第一次開花啦，今年都好開心啦。佢開咗一朵咁靚嘅花俾我睇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欣賞下，拜拜。